曾经我们的爱情充满不可能，沉默伤痛，天各一方。今天我们的爱情已十分寻常，它和所有的爱情一样普通。有暗恋，当年在补习班你偷偷跟在我们后边，我都知道啊。没有啊。有暧昧，我是个无趣的人吗？你平时像，但今天不是。有异地，你难道不会先借个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吗？你知道我等了你一整天吗？有误解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今天。有失去，张家航，你会离开我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有成长，这几天相处下来，三人一股的生活也挺好的。只是，比普通的爱情多了一点出轨。爸妈，我和阿布在谈恋爱。七个故事呈现当代同志爱情的模样，普通却不同，理所应当却来之不易。2020年，亲爱的先生，献给亲爱的你。